泉州看糖糖，你好，观众朋友，我是赵月。今仔日是八月二号，欢迎来看今仔日的方言报道。节目开始，咱先来关注的是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防卫部门近日是发布新闻稿，表示说，防卫部门负责人杨连祖到陆军义务营下士洪中秋的厝内去慰问，向家属各一摆表示歉意，强调国防部追究真相，绝对无敢听洪中秋家属的手机及厝内电话。台湾防卫部门指出，杨连祖到洪家了后，想向洪中秋灵前上香敬礼，并向洪中秋的父母及姊妹表示歉意。杨连祖向家属表示，即阵时军检单位已经完成了洪案警察的起诉，而并无结束。对于还无完成侦办及家属质疑的部分，军检单位及桃园地检署将会继续的深入追查，绝对无上限。伊说，军事法院爱依法公开审判，个庭公开，可以托家属、律师及社会大众检验，请家属放心。对于台湾有民间抗议软化服务贸易协议，马英九近日在经济高峰论坛讲到，有野侪辩论计是无理性的，还佫安排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陈秀玲所说，签订服务贸易协议有400-500万的劳工津贴，那根本就是伫咧造谣。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对于近日台湾民间或者是政坛对于软化服务贸易协议的辩论，马英九是也有意见。近日在经济高峰论坛顶面讲到，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公开说有400-500万大陆的劳工会到台湾，马英九表示这根本就是造谣，更加反驳开放大陆商品交投资移民计是无影的代志，只是对服务贸易协定的过度的宣传。而台大经济系教授陈秀玲回应说，伊毋捌说着400-500万的人口，伊说的是800万，并说是马英九家己搞错了，啊，佮赶紧翻出整理的即个服务贸易的资料，说细节就伫内面。为了避免到台湾的游客家己相机对机队进行照相，台湾的军方是考虑经费只要用30,000块的新台币啊，派人伫花莲的七星潭风景区边头的空军机围墙顶面的铁网，佮砍上乌色的石网。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一般被用来隔离家用的乌石网背后，却有卖菜图案的停机坪，镜头拉较远淡薄，乌石网足足有200米长。原来基地边头就是知名的七星潭风景区，大陆的人客到台湾了，一定来这搭了佚佗。那为免避免这个基地内面的歼击土人偷拍，台湾军方只能是派人在围墙顶面的铁网，佮砍上乌色的石网，相信是。想要透过乌石网看基地内面，什么都看不到，只有超过石网高度才看得到。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2013新闻广角走基层，开启欢乐旅程，牵手身边好人，讲述凡人善举，精彩文艺汇演，闪亮明星舞台，快乐闯关，全家动员赢大奖。动人笑容，幸福树下来记录。活动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兴业银行安于人生冠名。好玩、精彩、便民服务，这个周末新闻广角到您身边，真诚服务，相伴成长。兴业银行金鹿嫩绿宝洗衣液，万祥商城泉州小商品批发市场。继续拍播今仔日的新闻。最近几日，来自台湾的32个学生来到泉州，参加了海峡文化青少年夏令营的交流活动。昨日暗暝，因交泉州南少林国际学堂的师生们进行文艺联欢。联欢活动顶面，来自泉州南少林国际学堂的师生们首先为大家人表演了中国少年少林棍等等特色的武术。这块曾经获得着国家比赛大奖的节目，也得台湾交流团学生们的掌声。而台湾的学生也表演了家己编排的合唱加舞蹈。
据了解，即摆台湾教育团共有32个成员，内面有小学生、后大学生。在规日的行程当中，台湾的学生参观了万代岩博物馆、锦绣庄等景点，并交泉州的学生进行了中国象棋、字画、武术、篮球等方面的交流。是非常的有帮助，因为他们来这边有学了书法，有学了武术，然后到了也学校也安排到外面去参观一些文化，一些历史文化。交流团的师生们说，这摆泉州之行因也有收获，也在以前的册页顶面看到，或者是长辈讲的景点故事，这摆给家己来体会，啊，托因有搁较侪机会交海峡对话的同龄人进行沟通交学习。我觉得虽然就是在台湾也有就是一些接触，可是来这里就是更能加深印象，然后体会更多，然后更深的了解，我觉得很好。比如像我们参观的地方，很多都是以前课本上可能讲到的，然后这次能够亲身的体验，真的看到他们，很非常的有趣。这摆交流结束了，因将出发到北京参加2013年海外华侨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巡回之旅的活动。对这道呢，咱来接完这只囡仔们啊，北京之行有搁较侪收获。相比这只囡仔快乐而变美食的这个男囡仔，以后的日子就真歹过了。伊只有三岁，因为伊妈妈的一个动作啊，本来应该是也活泼的年龄哦，却是倒得成嘞。在病房内边，三岁小红号安静的倒在床里，伊妈妈正在饲。小红号现在也欢喜。你当因爸爸拍掀开，不管怎啊拍伊脚骨，小红号却是一点仔感觉都无。大概是16、17号左右啊，因为我老婆在家带孩子，她精神状态不是很好，给儿子推倒。当时我在上班，知道以后，后来我下了班，晚上第二天给她送到医院。伤口医了，经过拍片诊断，小红号的脊椎神经受损，下半身根本无法点动，大小便失禁。我就是说，第六节以下神经性脊椎性压伤，导致下身全部瘫痪，没有知觉，大小便都是用插管子，大便由我用手来给它弄出来。张公九今年是44岁，因爱人才27岁，而精神状况有时做无啥好些，根本无法能照顾小红号。而之前为了治疗红号的肺炎，已经开去7万几块，这摆又搁开去10万外块。按照医生的说法，若无及时到上海大医院去治疗，小红号就无恢复的可能，而厝内已经是负担袂起了。孩子还小，有康复可能，但是需要精心的去那个护理。但是就是我凭我老婆的护理的话呢，我说是不行的，一定要我本人去护理。但是的话，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最短在半年以上或者一年多的康复治疗。那想要帮助小红号的爱心人士，可以拍张公九的电话13850796902。咱也希望小红号有法早日进行治疗，早日康复。来看一条追踪消息，一个月前，阮曾经报道到，伫泉州即个城西路北山区有几落点阿占水乱流的即个问题吼。那即阵时一个月过去了，问题是毋是有进行解决呢？阿弥八点外钟伫西河老老卡街外所在，只看到几落钱罐，正伫个向外面咧清阿占水，离附近几落街面体门口也是较乌索索。啊，伊这伊无路用，啊，阮这阮要怎啊？生活，唔知影响阮的生活。一来化阿占草、芒虫，留啊到大门口。附近的居民说，因厝的门口的这座商品房是城西路拆迁改造所起的。当时按花盆池起在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的搬迁的所在。按照当时的约定，花盆池就有自动抽水的功能，才有法将阿占水抽到公路的排污梗当中。在创这花盆池啊，啊，当时伫咧做，人伫咧说，伊是说要用抽去过去，从自动抽的。啊，到路尾实际，因遮因遮说实际伫咧做，因看说无安尔。
啊，无安尼水未消咧，出去就是满起来咯，就是会满起来咯，还有排污的水咯、厕所水咯、啥物咯，全部起来咯，是啊，全部排落来咯。几年来，附近的住户经常就受到在阿站水的困扰，因啊只能向当地拆迁办进行反映。随开始的时阵，也有人来抽在阿站水，而最近几摆反映皆无结果。地下阿站水甚至计将因厝内堆积内面掏好出来。因去拆迁办后反映，啊去居委会的社区了反映啊，社区咧说无因的代转，不是因的啊，啊全是有影全个是拆迁办做创的啊。以前五年就。拆起啊！阮无管，而且我拆起啊，阮也无用。拆起啊，阮也根本嘛无用，嘛是还忙咧落咧嘛是。居民们计希望有关部门有通赶紧来彻底的帮因解决这个困扰真久的难题。接下来拍播今天的新闻，八月一号福建省以南的海洋休渔结束，昨日中午十二点，南省一万九千只渔船是做一出发到外海去进行捕捞作业。八月一号早起，伫泉州市上市国家级中心渔港，渔民正无闲进行最后的准备。那准备了哪些东西？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哦，这里、个、就。大部分都是那些渔网啊、网具咯，装水咯、装冰咯啊、装上渔具咯。那今天出去打算去哪个海域去捕鱼呢？近海吧，应该是近海，先看一下。李鹤民蔡金丁则想要去较远的远洋区掠鱼。蔡金丁掠鱼已经十几年了，手头有几多只大型渔船。蔡金丁介绍说，钓鱼岛附近的海洋正早就是从事鱼缸大型掠鱼作业的区域。开鱼解禁了，因五万黑大楼有较大的收获。以前都在那边巡航嘛，护航、巡航都有嘛，这样很安全嘛，都放心的在那边捕鱼嘛。中午十二点呢，祥芝国家级中心渔港的六百多艘渔船，现在正在当地边防和渔政渔监部门的护航下，缓缓地驶向外海。福建省从1995年开始实施合规休渔，海洋生物得到较大程度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合规休渔意向已经达到爱深入人心，也在渔民那个呼吁延长休渔的时间，同海洋渔业的保留效益有望更加大化。澳洲野船啊，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手艺吼，就蝶花呢，就一个最厉害高手，伊叫做陈华坤。从2001年开始啊，伊用一张纸单凹，几张纸复凹呢，有通凹出几百件各种无相同款的小物件。在陈华坤的厝内，展示着伊这两年来的凹纸的成果：熊猫、兔啊，啊，佮有门花、鸟啊，啊，佮有猪、牛。牛、狗等等动物的几十种的凹纸作品，几十种的动物组织一个好亲像是一个很闹热的动物世界。原本就很喜欢，那小时候自己去钻研一些，但是因为那没有一些系统的知识嘛，所以我们折起来就比较乱。有一个就是前几年自己做的，但是那做的这个水平就比较低。那偶然间就在一个网上看到了一只小老鼠，然后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就去找一下有没有教程，然后就找到了，然后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进入这个角色。随着手里面的红纸搬来搬去，唔连加水，唔连加煎，土壤无放，相信的是几分钟了，一朵红玫瑰就出来了。红玫瑰花算是较简单的了，用一张纸单凹几十个步骤就方完成。而有一个作品，就几落日就予人做了，用复凹、插凹或者是两加三结合，迄只幽灵用去入去一礼拜时间。即阵时，陈华坤有方凹出的作品有几百种，有的是看网站顶面的步骤来进行完成的，有的则是家己来研究出来。那么折纸呢，最主要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悟性，还有最主要就是要有一个耐性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它折纸它几百步可能折下来要几个小时，那偶然间你一步呢不懂的话，那么你可能这整张纸它就会了，折了几个小时你一下就会了，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耐心。
也歹想象哦，在做复杂的凹砖作品是完全唔免加尖尖，就是尖直接凹凹出来。所以呢，即阵时现代凹砖已经无讲啦，是囡仔游戏咯。伊可以是种也有挑战性，又够放启发思维的有益新鲜的活动咯。我即话对。跟脚推入去乡里的白塘啊去偷物件，系列的时间是作案五起，40点钟了，这个贼仔被分院警方抓到。分院关于山下镇山下村的老卢氏翁某啊，在店内面开一个杂货店。7月29号半暝3点外钟，正伫二楼咧困呢，老卢氏翻一个身，好亲像感觉房间内面有人，赶紧目睭睁开，诚实有一个乌影按窗仔爬出去，惊伊赶紧爬起来。我头壳清过呀，即阵脚皮挂咧手位啦，到楼顶佫连忙搞我正十钟，佫拍入去，我等即阵脚皮连呾硬佫好落去安尼啦，伊人佫伫涂骹咧捡钱，我两个啦。老卢氏按楼梯车上赶紧喊明先生起来了菜。倒伫楼诶先生听到因爱人诶喊声了，开铁门接出去，即路顶看到两个男诶沿着回中路直直走。其中一个发动汽车想要走，阿母两个人接一个男诶走一段距离，因为体力挡袂牢，无接着，那80000块现金只捡倒来100块。阿母啊，我倒来对了后赶紧报警，沿犯罪嫌疑人逃走的方向和轨迹进行缩写。同时，我们马上与刑侦大队也取得联系，将犯罪嫌疑人的车辆特点和嫌疑犯的体貌特征通报给他们。办案人员调出沿路的监控录像，终于查到贼仔用的车是南湾一个租车行的。侦查员顺势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贵州籍男的姚某。7月30号，安保在晋江支队将伊抓到。根据姚某的供述，偷老卢氏厝内80000块是依照一个老乡做一作案的。除了这80000块案件之外，因之前3日还佫做一偷去4户人家，每摆都是光脚推白桶啊，就去弄出来。接下来看，这阵时呢，真侪人爱网顶进行发现，见网友啊，唔是啥物啊稀罕的代志咯。唔过呢，交唔三百人见面，确实是有风险的，啊，可是着提醒大家人着更加注意的。这个小女小勇第一摆交网友见面的经历，就变作伊的一场噩梦。我们接到一个女孩子报警，说在科任海边被强奸了。接警了，民警广告受害者小勇所在队赶到到医院进行。但是这个男的是用 QQ 跟这个女孩子发短信的，然后当时这个男的发 QQ 给女的说，我们出去玩，然后这女的问说去哪里玩，男的就说去科任海边玩。16号，小勇甲这个男的只在网顶聊了2摆，就答应叫人见面，两个人坐的士去金针方向。前拉着他往一个小山坡上去，到一个山坡上。把这个女孩子推倒，然后就实施强奸。在强奸过程中，女孩子还是有反抗，但这个男的用一把水果刀，对着这女孩子脖子比划了一下，说：“老实点，再喊就把你杀了。”民警经过警察锁定犯罪嫌疑人，劝伊将黑包挖倒来清河边防所自首。嫌疑人王某今年20岁，强奸小勇了后，遭到黑包已经有一个交往3、4年的女朋友，即阵是因为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下边再来看一组简讯。厦门公告综合案，这阵时除了个别无结案之外，保险公司已经是预赔付1559万元。厦门市交办透露，在厦门公告综合案当中受伤的7个高考生将直接上福建省内大学。从外迎接，泉州市区一批老旧路面正咧集中修复，预计8月10号前将全面收工。这两日，泉州高巡警机队停车办交红桥高巡警大队联合出警，清理红桥海区内面已经发现的14架的无人的车辆。泉州北迎宾大道拓宽工程的九月动工建设，这个路段的花桥大天桥也将被拆除。根据改造方案，花大天桥拆除了，这条路将会建设下穿的通道。感谢收看今天的红眼报道，我是赵文，再见。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леко от солнца, от земли, я кайфую в Антусри.
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博学盛典泉州开讲，2013年8月10号，泉州广播电视台携手中共惠安县委宣传部，力邀于丹、孙家洲、蒙曼、陈兆杰四位国学名师齐聚东方巨龙书院，开启首届中华文化传承世纪论坛，感受国学之美，共点智慧之光。专席预定2228889，协办单位泉州福宝宝马迷你 4S 店。列得足好，金轮牌大米赢得中国知名商票。观海听涛，寻觅老街风情，玩此书香，情迷永宁府邸。走进永宁，听选手们述说永宁的美。谁会是永宁的未来导游之星？这里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8月17日，泉州广播电视台数位晋级选手将角逐50000元现金大奖，尽在黄金海岸永宁印象导游之星电视大赛总决赛，敬请期待。爱就爱相亲，爱相亲，爱夫蛋糕。乐隆隆百年好喝汤，营养又健康。农家清新五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谷味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清。2013第二届明世会社区文化节开幕了，8月3号至9月15号，南艺九大社区轮番上场。区委运动会、才艺秀、广场舞大赛等活动精彩纷呈，还有南艺十佳康寿之星评选，为您所想。2013明世会社区文化节。你知道吗？拉肚子容易伤肠道，拉一次往往伤一次。简单止泻可不行，康恩贝牌肠炎宁五味中草药治肠炎止腹泻，现在拉肚子用康恩贝牌肠炎宁。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知道，叫我身体有保守。各位你好，我是林平珊珊。台四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在这阵时啊，一定得保证充足的睡眠，唔通过度的疲劳才去困。就伫感觉小可野性的时阵啊，就去困。而且哦，伫咧困前啊，唔通做一个剧烈的运动，这才是正确的这个养生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做起来养生，也需要咱注意呢。咱再来看今日的节目。台四天气酷热，出汗比较多，容易耗气伤阴。这阵时，除了要及时的补水，也应该要食食啊益气养阴，而且清淡的食物来增强体质。比如淮山、大枣、海参、鸡卵、牛奶、蜜、莲藕、木耳、豆奶、百合梅、甲花梅等等。食动物肝脏要控制好量。若是平常时啊，食有足够的红叶，袂缺铁。又阁有足够的橙色或者是绿色的蔬菜来提供胡萝卜素，就无需要阁刻意的食动物肝脏来补。但是若是缺铁或者是缺维生素 A， 成为威胁健康的主要矛盾，就唔通惊胆固醇或者是药物残留而拒绝肝脏。感冒时节最好无按食海鲜，海鲜营养丰富，但是专家指出。咱食海鲜啊，要控制好食量，那无容易引发痛风等疾病。罹患有皮肤病、伤风感冒，或者是生热啊、生面条的人啊，尤其要注意尽量少食，或者是唔通食海鲜。关于这个养生，咱就先讲下落。养生就从今仔开始，你这个妈妈的健康啊，上款就引起大家人的关注。所以咱就有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中医科主任医师崔万诺为咱带来中医家里这个来系列节目，马上开，所有节目更加精彩。这个来是咱国的传统习俗，
老一辈的人认为说，产妇身体虚弱，调养不好也容易落到各种恶来病，影响以后的身体健康。那么若是囡仔生了全身关节酸痛，惊寒又应该要怎么办呢？中医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啦？敬请关注咱本期的养生之道。有病没药，用心来下药，是药三分毒，咱就用易着。高雄市有个崔先生讲养生的时间了，崔先生你好。你好。蓝色啊，这个妇女哦，时间有讲，千万唔通得着产后风。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吴女士啊，拍电话来说，伊说吼，伊生囡仔了吼。